这档金托科有忠实观众看我的节目，然后就跟着去买十张，开心哦，70块买，71块多卖掉，赚10000多，他写来跟我说谢谢，有没有？恭喜！不要做这么短啊，我说真的，搞不好有10万20万给你做，那你赚了1-2万，你这叫小确幸，好不好？不要赚小钱，为了小钱你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，嗯，好吗？